感受啊，聽到呢一首歌，呢首係《是什麼讓我遇見這樣的你》。點解我要跟住數？因為我驚讀漏嗰個歌詞，確保冇錯，其實得個字。好，咁依家咧唱一首唔知點解我覺得好似有一段時間冇唱嘅歌，《踮起腳之外》，一首我都算是我的主題曲咁滯嘅，因為成日我一開始彈吉他咧，就係彈呢首歌先，一首我好中意嘅歌。大家又聽下會唔會啱大家口味？唔好意思啊。
希望 我都唱到那種感覺俾大家聽。
揦心的感覺，即刻開心化啦。還不確定你是否也喜歡氣球，路邊常在發的那種。我和你約好，要個女人的小貓和一隻大的温柔的狗狗。如果說了想就喊一聲痛，真的說出來就不會太難過。不去想自由反而更輕鬆，願意感動孤單不忐忑。
最後一首歌啦，好快就哇，時間過得好快啊，咁快又最後一首。咁因為我臨尾呢首歌之後咧，我就可能要去台灣一兩個月嘅時間去拍同埋去錄我自己作嘅歌曲。咁所以咧，咁去到最後一首歌，咁就揀翻啲大家平時好中意嘅歌。咁呢首歌咧，係我自從學識咗點唱之後咧。我是驚了一段時間，因為學識了唱之後，很多人都很喜歡聽，跟住連續唱足3個月，跟住唱到我驚了一段時間，跟住而家聽翻又是另一種感覺，又是喜歡翻呢首歌。所以咧，同埋呢首歌是一個很鼓勵人的一首歌，很有鼓勵性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像呢首歌咁，你是你本身的傳奇啊，去無論點都好。都會有自己所長，都會有自己發揮發亮的地方，那就是這首歌的訊息，希望大家都會開心。同埋